兄弟姐妹你们好，我们今天很高兴在特别在这今天的日子里面来唱诗歌，特别在每个礼拜天，希望我们每天都能够在神的面前去唱诗歌。如果我们到天家也是24小时间在那边唱诗歌赞美我们主。我们是以下午有几我这个有时候我这个想讲为什么我们要唱诗歌，因为有时候在马丁路德说，他说我们赞美就是一般其次于圣经，因为我们很困难，有遇到很多战场上，所以说就遇到生活上面的不愉快事多，我们就更需要赞美，因为他是比较就是就是万有之王，万主之主的神，所以我们就继续要赞美他，连那个魔鬼都不喜欢我们唱诗歌。像那个诗旧约里面有两部圣经，旧约有部，新约有部，旧约上面就在打仗的时候唱诗歌，连那个城墙都那个敌人就会打扰我们，然后保罗也在监狱里面唱诗歌，也是把监狱的地震动就追，所以我们的基督徒是很重要的唱诗歌。我们这一首诗歌是叫做一切歌颂赞美，一切歌颂赞美，因为你我生命，你是。
切计划都放在他的身上，我们还没有神创造我们之前，神就已经把我们指我他的子民一起来积极在他的身体里面来赞扬啊。下一首诗歌是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这首诗歌是我们在诗篇103篇，你仔细看仔细的看了圣经啊，有些他会第一节跟最后一位他会重复的会讲这句话，很多很多诗篇上面都有，比如说诗篇103篇，他说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你看最后一节也是说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很多圣经上面都会讲，像比如说在生命记也是这样的，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常守他的吩咐，列典章诫命，第一章也是讲的，为最后32节最后一章也是讲的，所以这个神是每次好像是提醒再提醒，不止再提醒，在他的圣经上面提醒，连开始也提醒，后结尾也提醒，所以这首诗歌也是更在提醒我们。Thank you.
欢迎，请坐下，谢谢。下一首诗歌是《为你而活》，可能这边还没有，对大家可能不到熟，我就把这词就大概解释一下。他这首诗歌是《为你而活》，为神而活，像诗篇90篇里面12章，你就去看，他叫我们摩西说。求你，他对神说，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活变得更有价值。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对生活上，在我们想要这个生活变得更有价值的话，我们要像摩西讲的这句话，就说我们要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都该讲出来，就神就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的日子。然后摩西教导我们每天的生活，每一天每一日，最刚就是跟神说，每一天就是你最后一天的侍奉，把最好的拿出来奉献给神。因为我们的日子的话就是短暂，不晓得什么时候神会接我们走，所以我们在趁这个机会的时候来侍奉神。这首诗歌上说，你要赐给他，上面说你赐给我生命，使我能得的献给你，你赐给我的气息，使我能赞美你圣名。如果能活九场，喝今日号筒吹响，我要为你活，主，我要为你活。
清楚，它那个里边那个音啊，真是美妙，感谢主，